7月7日晚，郑亚青晒出一组最新美照，并附文：“逛超市也可以逛出舞台的感觉。”不过很快，郑亚青便又上线修改了文案，因为当天是高考的第一天，所以他便很应景地改写道：“高考结束就可以去耍了。”文末还不忘为考生们打 call 加油。照片中，出门逛街购物的郑亚青打扮美美的，本就走在时尚前沿的她，身穿一件白色连帽运动衫，搭配同色热裤。脚踩运动鞋，一身潮范打扮，酷帅十足，一改以往性感妩媚穿搭，叫人眼前一亮。现身超市购物的郑亚青全程口罩遮面，防护意识相当强，没一会儿就装满购物车的她整个人开心到飞起，站在零食区打好造型，即使在公众场合也毫无偶像包袱，蹦蹦跳跳开心购物的郑亚青，一会儿下腰，一会儿叉腿比威，完全把超市当作舞台，尽情释放着自己的魅力。果真，长得好看的人哪里都是舞台。纷纷留言：“你这耍得太开心了，好逗啊，可可爱爱，这是哪里的超市？要求偶遇，腿好长，好看到爆。”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